海信电视怎么开启投屏？首先将手机和海信电视设置在同一局域网内，手机上下载海信巨好看 APP， 打开巨好看 APP， 点击下面菜单中的工具，选择照片投屏，海信电视上就会出现相应的照片了。选择一些手机里的其他电视节目，电视上也会出现相应的画面了。总结，将手机和海信电视设置在同一局域网内，打开海信巨好看 APP， 点击菜单中的工具，选择照片投屏或者视频投屏即可。